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千宝讲娱乐。冯小刚的人品一直备受争议，有人认为他虽口直心快，但敢说真话有原则，也有人认为他很狂，目中无人，谁都敢怼。而在某节目上，冯小刚和成龙差点干起来，场面那可是相当尴尬。而冯小刚更是说出，我得让大哥明白规则是用来干什么的，我就想给大哥一教训，这句话的确太狂了。还有他在某节目当嘉宾跟宋丹丹闹翻，当时有个选手宋丹丹特别喜欢，但是冯小刚不喜欢，两人当时产生了分歧，他怀疑宋丹丹的眼光有问题，宋丹丹愤然离场中断了节目，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才重新录制。事后宋丹丹接受来访提到的这件事，再次表示了自己对冯小刚的不满，称自己当时无法忍耐所以才离场。冯小刚人品这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不被人看好的，谈吐上有时候的确欠考虑，你们觉得呢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